我是第一个在西藏买特斯拉的车主。西藏是一个污染几乎为零的地方，特斯拉呢又是零排放，它噪音也是零。我们在这使用特斯拉的时候特别有意义，我也特别喜欢使用特斯拉。像我平常上下班在环路上驾驶特斯拉特别堵车的情况下，我就可以放松一点。我们有两个小宝宝， Model X 的话六个人进去空间还是非常大。在开长途的时候，特斯拉的续航里程很长，非常方便。作为一个爸爸，我选择特斯拉，在安全性上我会非常的放心。充一次电可以跑400多公里，续航里程我一点不担心。特斯拉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造车的理念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新能源汽车应该是未来全球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。它的驾驶的感受是一般的燃油车比拟不了的，全电动的，而且起步哦，0到100只要3.7秒，那非常快的一个速度。中国呢，刚好是因为环境的污染，特斯拉呢就很好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家人或者说我自己的健康更重要，我都会打开生化武器防御模式。一开以后我们就与世隔绝了。从没有电到满电1个小时也就充满了，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很方便的。充电的网络特别完备。电动车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。特斯拉结合了高科技、环保，特别时尚。特斯拉既有它安静的一面，也有它狂野的一面。使用非常的方便，后续的费用非常低。我们使用特斯拉，因为特斯拉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。7岁的一个小女孩已经知道有电动车，其实我们就在小朋友的心中种下了一颗节能环保的一个种子。